中意聽音樂，尤其是係日文歌。一有空檔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去聽歌。我比較中意聽嘅係日系嘅 J-pop， 節奏感比較快，就會容易聽得好投入。我仲會跟住哼歌添啊！有時候咧，會不自覺咁跟住首歌跳舞。呢個日本品牌嘅耳機真係覺得好啱我 ，vocal 好清晰，人聲好甜美。其實低音咧都夠實正，音場夠闊，樂器聲同人聲唔會黐埋一齊，都好分明，好有層次。我覺得咧呢個耳機就啱啱好啦，聽女聲嘅時候咧係特別有 feel 嘅。特別中意佢全金屬，真係好靚，感覺上比塑膠做更加高級。推開個盒蓋咧，拎出嚟真係好方便，收翻入盒咧都覺得好容易，因為佢有磁石，所以一定唔會擺錯。另外一點咧，就係我好中意佢個坑紋，好靚啊！拎住咧覺得會唔顫手，細細粒，搭入耳仔裏邊都唔會覺得好重，好唔舒服，都幾貼耳，仲唔容易跌出嚟添。隔音咧都做得幾好，起碼我聽唔到出面啲聲先啦。有時我哋排舞咧，或者自己練習嘅時候咧，會係咁出汗嘅。重點係因為佢防水。仲有啊，我覺得佢連接真係好穩定。平時咧，我用嗰啲藍牙耳機咧，真係成日會斷嘅。應該是因為接觸不好，這個呢就不會了。感覺好靚，聲又好，我覺得特別適合女仔用，尤其是我這些經常聽歌的，用來聽我們組合首歌就最啱了，你們都聽一下吧。